得了了。原本我们想要来拍的话，老板不给拍，因为生意已经太好了。那后来我们经由私人的管道，对，真的假的？拜托他，老板就是终于愿意让我们来拍。而且非常厉害是这一间店呢，已经传承到第二代了，都已经20年，我们竟然没有来拍过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重点是因为这个台南的牛肉汤是非常非常的有名。重点来了，他这牛肉为什么可以比其他家来的更厉害呢？他的亲戚朋友怎么样？家里有养牛，漂亮，就是自己开牧场的。钟哥是不是很照顾你？感觉我会的，就是这些。首先看这个汤，你有看到上面是什么？紫菜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对，它是有紫菜的一个汤底，然后加上水果洋葱。我们接下来来享受一下，算一下。听说这个熟度，你只要看到有点粉红色的感觉，我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吃。它就这样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就要起锅了。哇哦！你看到，哎呦，厚、粉嫩、粉红，Oh my god！ 温旅牛好吃的地方就是，基本上你一吃的话，完完全全没有牛的那种腥味，只有牛的那个香气，加上这个汤底，紫菜的汤底，太棒了。钟哥，你现在涮的呢是里脊旁边的肉，里脊旁边的肉，哦。好滑好顺的，我以为说加了那个蛋白呢，没想到这么滑顺，这个牛肉真的很滑顺，而且感觉不太需要咬，真的，就那么弹的感觉，好弹，哦，怎么样？真的，这新鲜就不一样，而且我刚刚吃这一盘，我发现跟一般我们平常吃的温体牛不太一样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就是牛腱心，牛腱心，所以它吃起来口感它跟一般我们吃到温体的牛肉肉片是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来吃看看牛腱心的味道，这个是有嚼劲的。而且它是吃它原味，它原味你不用沾任何东西，就是好吃，真的。哦，这个是肩胛肉，肩胛肉，肩胛肉。哦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，因为不会塞牙缝，真的。是不是很 Q， 很端？又 Q 又端，很 Q， 对，很好吃。给它点空间，对，它虽然有厚度，可是它不会就是要很用力的去咬。就是它是有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蘸下这个酱，我想基本上我一个人可以吃上10盘。老板来10盘呢？真的真的，哎，这太好吃了啦！哇，我觉得台南的温体牛真的是很厉害哎，太棒了！它的部位跟它的肉质带给你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跟感觉，太棒了。哎，钟哥，除了刚刚这么多之外，它还有这个牛肉丸。哇，你吃看看，我觉得这应该会爆浆，哇，好香哦！牛肉的香气从你一咬下去就直接爆汁喷汁，然后呢散发在你嘴巴里面。重点是它的那个整个 Q 弹度比我们一般吃到猪耳或者贡丸的，而且更有弹，更弹牙，更有弹性，好好吃哦！你看，哦，是不是很弹，对不对？那么弹性，那么牛肉的香气，你还感觉到甚至有那种牛肉一小的小牛肉丁在里面。哦，我真的很爱这一锅，而且他加的这个紫菜，那个紫菜的香气非常的浓厚。接下来咱们来到了热闹滚滚的古华街周边，竟然有一间人气满满的店家被咱们给烙高了啦，这怎么行嘞？赶快去瞧瞧。接下来这家店不得了啦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还没进去之前就看到很多人在大排长龙，很多人在座无虚席，座无虚席的，看到看到，这个就是人气的店。但是既然我们来台南那么多次，会烙高的这家店，这家店听说你也有关注过。对，因为我最近在就是 IG 上面看到超多人在这里打卡，哇，厉害哦！那这家店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？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去访问一下一些帅哥跟美女，怎么会来这边？帅哥怎么会来这家冰店吃冰呢？在网络上看到哈，爆红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你们点的这是什么？哇，看起来就好吃哦！哇，会点会点，厉害厉害！哇，这有一对，这两个是情侣吗？闺蜜，闺蜜，闺蜜，他们已经扫盘扫完了。吃的感觉怎么样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吗？而且服务很亲切，服务很亲切。但是你们是不是也是跟他们点一样的两种口味？哦，那你们是几个都是朋友吗？来讲一下。好舒服，舒服，这个是别的。哇，你好会形容。
我们的冰来啦！哇哦！我们这个两位可以先拍好，哇！重点是他这很多东西都纯手工的，他连看那个泡爆冰，他连那个冰都是自己爆的，所以说你看他很多东西都是纯手工，而且你看这个爱玉听说很厉害，我们来试看看吧。而且你看它的里面不只有那个水蜜桃，还有这个龙眼、丢西耶，还有百香果的粒在里面。我们先来试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这爱玉真的非常非常的滑顺，加上这个底下有百香果的汁，吃起来真的很夏天，很能够消暑的一碗冰。哇，好好吃哦，好消暑哦！你来吃看看，很天然的味道，天然，就是它不会过甜，但是它糖水里面就有各种水果的味道，然后带着它那个香气。而且你看，在我们吃的过程中，水蜜桃切好了，噔噔，因为它感觉很新鲜，因为。水蜜桃很容易变软，哇，对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很新鲜的，会，其实这个水蜜桃感觉上都是最新鲜的，有脆度的，有脆度的。哎，我听说这个冰的汁还有很多种，嗯，还会再帮你们加东西啊，真的、啊？那你现在这个是什么？你们加碎冰还有汽水？好，什么汽水？我们加个奥利多，奥利多，哎，我们试看看，这个吃下去会味道会变得怎么样？会变得很厉害。哎呦，很厉害，对，好奇哦，哎。变成勾扎比的冰，啊！古早味，我们小时候吃那古早味做的冰，嗯，勾古早味的，小时候吃的冰棒的，对，哇，你越来越厉害了，哇，知道我想说的，哇，蓝色的那，对对对对，小时候的冰棒，好特别哦，哎，你们又来了，帮你们加一点啤酒，哎，你不要乱加哦，现在很好吃哦，你加啤酒会更厉害，你确定能够喝？真的真的，你不要乱加，相信我，好呀，哦。这厉害啦！好难以想象哦。加了欧力多，现在加了啤酒，感觉这碗很划算。是什么味道？哦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它有点像调酒了。现在，它现在有点像调酒了，没有违和感呢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好像那其实很搭。它像那个，我还没吃，像 cocktail 的那种水果酒的感觉。它多了一个那个大麦的香气在里面，可是没有酒精味，可是变得有点像淡的那种白葡萄酒。对对对对对。听说也是大有来头，哇！你是芋头控的，你看到这个就受不了了。我刚特别问了一下，你知道他这个芋头每天都花3个小时现熬现煮，然后把它弄得非常的烂。哎呦！然后上面你不要看到这一层哦，以为是奶油，不是，它那个奶油是咸的，哇！而且上面撒的那个盐呢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比我们一般吃的海盐还高级、还贵、还厉害的夏威夷红盐。我跟你讲，最主要是这个布丁，嗯，哇，你看看，吃看，哦，哦，怎么样？会溜，纯手工的布丁，纯那个黑色那个焦糖的香气，加上那个鸡蛋的香味，好吧？哇，你看这一碗怎么会这么丰富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种料。芋头是你除了刚刚表层这样绵密的之外，它里面还制造芋头的颗粒块状，然后很绵的感觉。重点是，我觉得那个咸奶油这个点缀了，点缀了整道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其他的冰要比过这个太难了，对，真的。难怪这一间味哇。大爆哎！没错，老板可是刨冰界的顽童，不定期研发超好拍又超好吃的季节冰品，来到国华街可别错过喽！